原标题陈志鹏被机组人员称呼芊芊，求报道，究竟是薛之谦还是雨倩？12月12日，演员陈志鹏发微博自曝在机场时竟然被工作人员误认成了薛之谦。他写道，昨天天俺戴着口罩上飞机，机长、乘务长、空姐、空少一致对俺非常热情细心，懒得非常热情的跟所有辛苦的机组人员合影。合影结束后，空姐贴心的在我昏昏欲睡的时间是递上了一张温馨的纸条如图。在陈志鹏发出的图片中写着，芊芊天冷了注意身体，你好 nice。 看来这些热情的机组人员都把他当成了薛之谦。然后陈志鹏说，乘务长热情的问呢，哎呀哟，这么大的一个大咖还那么亲切热情的配合拍照，真的好棒，不像大家认为一人是那么不好接触。来姐姐报道，芊芊你一定要请俺吃顿饭，俺帮你做了这么大的功德感恩。但由于机组人员只是称呼他芊芊，所以薛之谦之后也转发了这条微博，调侃说，哥不说了，我们都爱于谦老师，言外之意是谦谦也可以指的是于谦。陈志鹏则回复说，弟别说了，俺们都爱于谦老师。然后还附带了一张自己的照片，